一把复合弓究竟可以多么轻松放倒一头佩奇？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这名女猎手的表现。视频国外合法拍摄，国内请勿模仿。对于复合弓来说，命中一头佩奇无非两种情况：一种直接放倒，一种让你跑一会再放倒。而今天这头就是属于一箭放倒。 而接下来这种情况就属于喷洒式逃跑，很多人看视频会有疑问，都说中箭了猎物跑了。其实你不知道，跑得越快，倒地越快。看到喷洒而出的液体了吗？这种喷洒速度，你说你有多少可供你这样喷洒？就算你喷洒的不多。 你看看能跑超过100米吗？这下明白为什么猎手会看着猎物逃跑而不心慌了吧？That's stupid.